冲锋枪这个邪教。韩粉，恭喜！先让我去敲那只狐狸，试试看，试试看。好久没玩这套。哎，靠背哦，他又不让我用那个龙之狐狸玩，他不让我用龙之怒，哎，烦呢、欸。因为你太笨，没事。好久不哎、欸，怎么火箭跳、啊、这游戏？不要这样子，我看不到、啊。你可以叫你女婿帮你一下。这是天兵。我都是信号枪啊。哎、欸，狐狸。赶紧过来，他们就碰鳄鱼了。你跟我碰啊，很啊。我真的不会火箭跳了，完了，我丢了。哦、小叶，他们的他可以叫你的西北咬掉了，不你去救你小叶，任务完成了，你下雨咬掉了。他那边被鳄鱼咬掉了。啊，靠背，他追在我身上了，不要大哥，不要。没有，他那边被鳄鱼咬掉了，我任务完成了。直接靠腰。看你妈，我操，恶心呢！给这恶心呢！想什么鬼东西？白痴啊！救我！我怕。很恶心的，怎么样？知道吗？我连控制火箭怎么控制都不知道了。右键，你右键是火箭呐、啊？你太久没来了。那下一场我就教你呗。下一场我教你。怎么移动？我不会移动。开玩笑的，我会移动。啊？怎么用盾牌？你不会玩 TFT 的废物。我忘记用盾牌了。我们用盾牌教我。那个 B 还强，好可怜哦！哦，我的老天，我都比你强多、哦。谁被呛？你叫别人安静，你自己在那边爱怼别人，还敢说别人安静？小王，不要枪了，请到枪，请到枪！你是来玩游戏的，还是来打吵架的？但是两者皆有，没事来吵架的。好吧，可以，真的，请到枪了，不来！干嘛？干嘛有人丢掉？去加嘴炮啊！哦，我的盾爆了！你丢人弗兰，你真的很丢人。不要去捡到枪了！你给我退出战场！我任务完成了，我等下去救一下箱子。然后箱子叫我了，帮他安全过来。啊，不败！跟黑米，来我帮你，我是肉盾。我觉得虽然我等下下去，然后就才上定位。啊，肯定我没有。人呢？有点小菜，你可以变成那个吉普刀吗？我等下就换回半盲的，放心，反正任务都完成了。干嘛？你完成都没完成吗？你的连完成都还没完成吗？很棒了 ，Happy。他是卡瑟，对卡瑟，有吗？是不是有人要飞走？哦，没有。他被虐得很惨了，你看那炮击，痛的要死啊！你怎么知道他是炮击？他拽我这边了、啊。你不是你讲够了吗？你不是讲够了？2000多、啊。你不要勾起我的噩梦、啊！我好不容易才用蛇图箱扛住那炮击的。不可以比我白痴。你知道那个炮击吗？他一发就直接让我的拳法直接失去。2000多、啊，我知道啊。干你啊！你讲够啊？重点是呢。当然是啦，为什么我杀他的时候，他竟然可以咬死，然后再来背刺我？我是肉盾。
完蛋了，完蛋了，没有回，那就没有什么强大实力了。这次我也他妈的也没有在玩。